大家好，我是英译与顾问中心的黄博士。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黄太太的case。黄太太其实她两年前来见过我。两年前来见过我的时候，虽然她没有开始调理，但是呢，我对她的印象深刻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她患上了很罕见的叫做重肌无力症。这个医学的名词其实听下去是很难去理解，但是原来呢，这种的疾病呢，对他来讲呢，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药可以帮助到的，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，因为他每天都觉得很累，他每天觉得非常累的话，尤其是手脚没有什么力啊，然后时常感觉要睡觉，要再加上就是他。是比较明显，虽然说没有说有特别的药去可以治疗，但是他就是要靠着西药去控制这个病情。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，他其实已经结婚了几年，所以他也是起初知道了这个问题之后呢，他就没有说特意的备孕，直到来见我的时候呢，已经开始有备孕了两年。当然除了这个问题，他也是因为这个重肌无力症影响他的胸口，时常会觉得闷闷的痛啊，再加上眼睛方面的问题，所以他就在一年里面动了三次的手术。所以知道他先生的精虫确实也不理想，其实他先生的精虫完全的不活跃，因为他多数是在工作方面时常拿重，而且工作的压力大，太操劳，工作的环境也偏热，导致到他精虫的数量少，然后他每天都要搬20公斤 的那个货物。那王太太其实她在见我之前呢，其实她也有试过流产过一次的，那将后来呢没有好好的去处理，导致输卵管阻塞。所以剩下一边的输卵管令到他觉得好像问题越来越严重，根本没有可能。虽然有患上这一个罕见的重疾不育症，但是他跟先生也想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就是希望能够有孩子。所以当时他因为做手术他的开销非常大，所以在见我之后呢，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接受调理。将过后呢，他跟我讲，他说不是等我的经济数了之后，我一定会开始调理。所以不知不觉一下子两年过后的话呢，他原来也还没有反应。所以呢，这两年他先生的体质身体呢就更加的糟糕，更加的差，数量更加的少。所以两个人都是很有心在接受调理的时候呢，也真的很有耐心，尤其是太太穴位啊，然后生活的习惯都改变很多。他先生也尽量尝试用一些的机器来帮助他去搬重的东西。那调理了8个月的时候呢，有一次他就带来一个很好的消息，他说他怀孕了啊，所以呢他觉得自己不会因为受第一次流产的影响，所以他也没有阴影，所以呢他相信呢这一个他的身体好，他能够很有把握的把baby 直接的知道他出世。所以呢这方面的话，当他进入22个星期的时候呢，他也非常的稳定，然后他来见我的时候呢，也很有信心的去听听我的讲解跟怎样去安排。那感谢他的信任啊，因为在距离两年过后备孕的时候啊，跟经济也好的时候就想到博士了，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他给我这个机会，而且呢配合一些这方面调理。所以呢两个人在配合得很好的时候呢，信心也非常大，所以在没有压力的情景里面呢，
他们真的在调理的八个月里面就怀孕了，所以我也非常开心啊。将至于希望他再接再厉啦，最主要的就是把作业做得好，所以缘分就是这么奇妙了。缘分就是这么奇妙。当他两年过后再来见我的时候呢，他虽然没有怀孕，但是呢，他却是能够记得我。好，谢谢大家。